两个哦、喔，啊是规庄仔头拢无查某囡仔要做咱陈家新妇安尼。阿妈，莫生气啦，凡事我姻缘就伫遮。唉，好啦好啦，啊既然啊安尼是吼，彼此都来开始。我即马出头一个题目，恁都要伫个一丛香的时间内，按阮的灶卡做出三项菜，好我来评分。谁的菜好吃，就会当得到一朵红花。啊，才干那豆腐尔！哎呦，这，哎呦！手爱卡，这个招亲的条件，对主持人都靠家己生活这手艺来讲，根本就亲像桌顶泥甘同款。真轻松，就将豆腐变出三种好看、阁好食的料理啊！也嘛，真有自信的款，都甲芳来福龙妈的面头前啊！福龙妈甲试过咸汫了后，确实嘛真满意。在这个时阵，土火豆腐料理嘛全好势啊！到底手不动三不移，会做出什么款的菜色呢？福龙妈。即马我著甲恁讲第二个题目，做阮陈家新妇，日头都爱真白。什么人来当将再生先安去关老庙？红花就是伊个啊。再生，你要选什么人甲你爱？我选桃花。桃花小姐，我想吼，你也是放弃啦。我阿妈嫁伊的是前面阁欠卡的新妇，虽然讲我真喜欢你，也毋过这彼此对来讲并无公平。你态度才讲啥？你喜欢我？就是啊，莫看袂起爱情的力量哦。文小姐，跟伊拼！来，你起来，起来！耶！哎呀！哎，小姐。小姐，你在哪？来。你从啥啦？你安尼搁何必哭嘞？卡拢转掉，你搁要怎样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赶紧赶到庙口。哦，哎，你安怎无？就算这场输啊，但三场嘛不一定会输啊。来啦，起来啦。进啊！安怎？为什么我甲伊安尼偷偷行，会让我感觉足安心、足快乐的？刚刚我去甲伊着伊啊，袂用的，袂用的，伊也毋是好野人啊，我哪会当甲伊着伊啊？哦，恁偷食包？一朵花是我的啊，我赢，我总算赢。迄个丹在新校牙咧，都，即卖恁两个人拢得着一朵红花，所以刷落来要看嫁妆才知影胜败。明仔恁将恁的嫁妆摕来，什么人的嫁妆上多？就是阮陈家未来的小奶奶。